有了吗？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，因为，哎，因为会留，因为挡，哎，就是记录挡这东西很烦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，我先看一下我 YT 那边哦，等一下哦，我的频道。哎，果然分了两个档了。等我一下，哎，直播。噔噔噔噔，编辑影片。等我一下，我 YT 那边弄一下就好。分开。嗯。我看谁店长奶茶安安啊，奶茶妹安安。储存啊，要重新拉一个档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好烦哦。还是一样卡。宝宝，看来只能。到这了，我先问一下哦，现在是还是很卡哈？哎。不行，那这样，我觉得是网络在闹，哎，我不行，我挨了一阵子了，这样只能看记录档了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我先把。好啦，那还是要收个尾啦。哎呀，可恶！晚点去看图七记录档吧。哎，我们收个尾。看来工具找到合适的主人了。噔噔，现在能像以前一样画画了。我到底前你而不尝试卖画呢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不要。哎，好了哦。好了是不是？还是因为刚刚画画画太久了。有正常但有延迟。你觉得还行哎，看一下哦。哎，不会啊，延迟两秒而已哎，一秒。哎，你们左下角看不到哎，可恶！他更新了个东西，我看看怎么弄哦。什么？他说我更新了新的画布啊，这边，你获得了简易画架啊，延迟变严重，啊，我死了，死去，噔。你获得锦衣画架，试试吧。没有钱，我现在零元。零元看得到吗？零元。哎，啊，我刚刚那个画嘞，
刚变快转哦，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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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你好。喂，对了吧？我放了不？夸张。喂，是。喂，哎呦，喂，对了吧 ？See you later。哎，利恩，你帮我看 YT 那边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好，但这个港口才是我心目中的凤凰镇的之宝啊！乱念，空气中美好的鱼腥味，海鸥的天籁之音 ，My， 世界最著名的美术馆，美术馆之一，要怎么跟这些人比呢？拜拜，可以进去了哈。哎，吃吃安安，这是什么？你在垃圾桶找到了一张纸，太好玩了吧！可以翻垃圾桶，哎，太适合我了吧！我这是乞丐画家，哎，画画加乞丐，这就是我，太棒了！这游戏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喜欢。翻垃圾桶，去钓鱼了，哎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你看这跟饥饿派一真的差好多，都可以自己走，哎。乔治，救急！哦，没想到会看到熟人呢。啊，有兴趣这个我买很久以前一样艺术家买的，我会把它当作书房，但是是陈年往事了，我没有内装，所以啊，1499就归你了。我现在没钱啊，现在现实游戏都没钱，我买了，我可以，你要相信我，相信我之术。嗨 ，GTT 啊，这个好像是卖画的，要。桌子那边就是红色的桌子了，把画摆出来卖好吗？再次的见，这张桌子可以携带，就50块钱卖给你。我想你现在应该不算富裕，会做。哦，我要，哦。我要随时卖画，要把它买下来啊！记得了，记得了。史蒂夫去敲木头，今天真是红酒炖牛肉的一天。请把画卖掉，我不要。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安妮就是会讲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是为创造普通的大厨，但我自身烹饪的艺术，人们很快就能理解了。还有一种成功，就快了，很快就会。哦，他是在这边摆摊哦。哦，信任时间我才开了3年，很快就会有第一个客，开了3年的第一个客人哦。拜拜 ，Greeting 啊，有话，你找到了奇怪的藏起来的标语，然后嘞，我把话填在这边，有真材实料的房产的知识，哎，之前这边好像是个障碍物而已吧，用钱填满它，也许某个经营房地产的可以修好它，用钱填满它。垃圾桶来了来了，小雪安安一个垃圾桶，寻找脏兮兮的纸，再找口香糖，只有没有用的垃圾盒粘在你手上的口香糖。再找，一定有。还看我翻垃圾，哎，天哪！
我不要丢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除非我画一个很丑的图再来。哎，好了，这边逛完了，哎，上面看一下。哎，啦啦啦，我是女王。不行，这个图我不会卖掉的，花多少？看来你啦。嘿嘿嘿耶！我记得要画标语了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来画鲨鱼了，就那时候把尤里给丢上去，哎，凶狠鱼吗？连食人鱼都怕他们，咬一口就能杀人。我们建立一个标标语，以免游泳有人来咬伤。我有叫班杰明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表示很凶。我来帮忙，我有想，我脑子有想法了。来来来，警告标语。刚好那个人有在看台，哎、欸，好多、哦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好多纸哦。来来来，我们开始哦，这干嘛的？哦，太哇塞了吧！来来来，我们开始哦。哆瑞咪嗦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干有够丑！不行，脏话少一点。莫寻安安，早安早安。不要好了，要干嘛的？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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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！吓死我了！有主播的点名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这要是一直吹海风哎、欸，疯了哦、喔！左下角人物可以转向吗？转什么向？啊，你是说换位置吗？你说像换到这边来吗？我觉得好像可以耶，这样。主播开台了，赶快回家，不要游泳了。黄花太小了、欸、
好像拳头、哦。这是谁的警告牌？嗯，颜色还没出来。就是要警告人家说小心这个海域有这个很危险的鱼啊，小心一点，这只鱼很凶，应该可以了啊。当事者应该现在还在想咒骂我吧，我看一下颜色哦，这颜色哦，太真的太红了啦，不喜欢啊，只能用这个了。看一下，看平时都没什么在画他，这个游戏的第一幅画就送给他了，感谢他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。哎、欸，真的很感谢他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私下有画图给他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说啊，小妞也是啦，因为其实小妞从去年就想画图送他。那时候是因为我的手就很，就手一直没有手感，再加上很痛。那最近又开始回来摸绘图板的时候嘛，就决定想说，哎，不然。买个荧幕的好了，不然那种在传统绘图板已经开始一大堆人都淘汰没在用了，而且现在荧幕的绘图板便宜很多，哎、欸，从一个十几万的变到一个不到一万的、欸，哎。头发不是红色吗？太红了，我不喜欢。这个红色真的很红哎、欸，你看，这个我不喜欢啊。教主安，小燕安，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没有加腮红，难怪我觉得这幅画少了点什么。啊，可爱！好了。
好像两个手套哦，阿爸就很像两个什么骷髅头，在笑。男人，男人有那个胸罩吗？啊，他想穿啊。怎么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歧视吗？男人鱼就不能穿啊？对，斗阵特工金角色，很赞欸，一个露胸的，很像卡玛，又很像那个谁，那个伊瑞利亚，他就是艾欧尼亚过来的。欸，不对，你怎么知道他是男人？我画的搞不好是女人啊。欸，这个金属的材质不错欸。欸，所以乌咪买了没？是不是转的有点快？嗯，奇怪，他，我记得他刚刚说他在聊天室啊，啊怎么没有出现？他现在应该欲哭无泪吧？他如果出现的话，就表示说我在讲他；他没出现的话，他又不能反驳。欸，也是因为他我才知道我正式认识安妮已经一年了欸。而且最好笑的是，欸，安妮那个那天你来打招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？没错，就是我一个人在玩魔物猎人，有没有？就跟我跟你讲的一样，就是我很喜欢玩多人游戏，但是只剩我一个人在玩。没有啦，哎，这可以吧？这很棒哎！我要贴给阿茄看啊！我怎么讲出来了啊？白痴！我怎么就这样说出来了？不是，我刚刚真的是没有意思讲出来的。哎呀，掌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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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船长，我来了。凶狠的鱼，我先存档，我怕幽灵事件发生。哎，不能存档。存并离开。凶悍的鱼。啊，如果没有办法，欸，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在我清理凶狠鱼池让那群笨蛋不靠近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。
我有钱了，这钱是固定的吗？晚点见，拜拜。我怎么收走他、啊？哦哦哦！你觉得这个笔，这笔画我的，我就是我是说右下角的笔，这样画下去，感觉怎样、啊？因为其实它上下比较明显，你看我的滑鼠上下，然后它左右就比较不会怎样。所以其实我画画的时候会突然点个头，让这个画画会更有感觉一点。脏兮兮的纸。太脏了吧，没办法，我们现在没钱。哎、欸，现在都不用买吃的、欸，哎，还比较好。毛细安安，脏兮兮的纸，哇，变得不脏兮兮了。哎、欸，我后悔了，我觉得刚刚脏兮兮的不错啊，完蛋了，我刚刚突然有想法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画帕迪亚的那个古代宝可梦还不错哎、欸，哎，算了。Hoiki， 我们来画那时候姐姐低头在看魔法师的时候错过的宝可梦。来画这颗蛋。哇，这颗蛋的诞生真的很不得了哎，它是在一个八点档的情况下出来的。你怎么就把人家的韩国妹子给抛弃了？对不对？那个韩国妹子，木木萧，我看一下哦，木木萧怎么画？图片，他右上角一直在闪，好烦哦。画的跟企鹅一样，天哪、啊！然后木木萧才不是这样子嘞，不是啊，我要画我的感觉啊，我喜欢的啊。嗯，哎、欸，这边怎么就没音乐了？他可以带着走吗？看一下哦。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去海边，海边才有歌可以听。Go go！ 哎、欸，这好棒哦，他可以带着走哎。来，我们来看着番茄好了。阿茄来陪，阿爸怎么讲出来了？凶狠鱼，
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木木要是这个表情好不好？因为姐姐没有看到第一个，姐姐没在第一时间看到他，他很失望。妈妈，我生出来了，但是你在看其他人的台。你知道那时候安妮就是安妮她在那个她在低头的瞬间，我就说哦，有人在第一台没看到哦，然后她就是眼睛瞳孔变超级大的，这个超视角啊，看起来好憨哎，木木要就是要憨才可爱啊。如何这个好吗？换一个。吃东西的木木消。啊，这个好了。虽然木木消旁边是这样子，它其实是圆的啦。可是我喜欢有脸颊的感觉。请问这个画下去有没有公母性别差异？就在这边了，脸颊跟没脸颊。哎，一颗头的宝可梦真的好可爱，你看看，看看那个什么好蓝牙，那个叫什么？原路沙啊，白火二，木木消。对不对？都是一颗头的啊，胖丁。哎，怎么一颗头的宝可梦就是这么可爱啊？好蓝牙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想说原路沙叫什么名字，我只想到路沙，我就到哎，好蓝牙，好蓝牙，小泉石。不是他的手太长了，他的手已经超过那个头了。不是啊，我所谓的一颗头的宝可梦是那种，就是他的手脚不会就小短手小短腿的。啊，你们那边小泉石的，我也可以把小泉石画得很可爱啦。哎、欸，我反而不喜欢波克比、欸，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整天被抱在手上，然后又都在关键时刻挥指一下啊，存在感其实很低。虽然他是在里面，就是因为有波克比他们的旅途才变得很幸运还是什么，可是我就是好不喜欢他哦。哎，这个绿色好像不行哎，都画完了才发现。那这个勒，这个更不行哎，天啊！还是我们这个绿好了。哦，这个，等一下我眼睛有点痛。哦，我最近又去买那个眼药水，因为我的左眼又开始痛了。就是那个太阳穴附近的位置会开始痛。可能就是太劳累啊，然后电脑盯太久。电脑盯太久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啦，因为我最近其实电脑用的很少，我在看手机。没有啦，画粉色木木消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这样想的啦。要么安妮要粉色的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这个樱花粉啊，
要好好休息耶。我最近休息其实蛮多的啊。你看，姐姐开台时间就是我休息时间，很舒服耶。听着姐姐的台啊，除了前天的那个宝可梦，那天虽然是很义务帮他在弄东西啊，但是方便他，怕他处理不来漏掉讯息什么的，就想说再帮他弄整理一下名单啊什么的。只是有个观众他觉得他完全无视我的打字，然后虽然不能怪他啦，因为毕竟他是想要跟安妮对话，但是我想说我就是先帮他弄好啊，他能更快的跟安妮有互动什么的，但他不理我，他完全不理我。哎，不能怪他，都怪我没有魅力。熊哇，这个粉再淡一点就是变普通色的木木消了。其实现在就是我是盯着电脑荧幕嘛，然后手在那个绘图板上，所以这样画起来会有点，懂吗？就是还是会有点吃亏，不吃香。所以那时候我就问懒懒说：“哎，所以你现在绘图板是用哪个牌子？”然后型号啊什么的，他只先回我挖抗，我说我知道挖抗了，然后嘞是有推哪一个吗？所以最后有推吗？有啊，一个价格17000，虽然说就是有一个16000跟17000在做选择啦，因为就是板子的大小，大一点就是多1000块，小一点的多就是少1000块。但他是推板子大啦，因为你板子越大的话，其实跟普通绘图板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你萤幕越大的话，其实可以画的东西，就是你画画用放大镜的东西会比较少，次数会少很多。哎，所以没看到我画面下面怎么突然跑出了生活费吗？还是我要改成绘图板费用，只是又花了钱在买那个昨天那个为了伸舌头补脸颊啊，花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其实也没有说想要放弃画画，真的只是因为怎么讲，觉得其他人画画就很强，自己画画就其实还好，只是比一般人会画一些而已，但是没有说到很强，没有到很强这个词，很强对我来说太沉重了。你懂吗？以前10分钟、20分钟一张图的我，现在
现在也可以啊，只是我会觉得说已经没有以前画画的那么好看的感觉。外挂加手机 DLC 的 Coco， 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昨天，我应该说我昨天要买那个手机支架，买到忘记，然后我在开台前的时候就跑去看手机支架推荐啊，我是买了很便宜的啦，就只是一个支架而已，没有附充电啊什么的。哇，再买下去我不只要换推图板了，我桌子也要换掉了。欸，这个颜色不行。不是说要自己做，有啊，我略懂略懂，想这样，是怎样？没有啊，我想做啊，可是我架不起来，我有用了一个类似三角结构嘛，三角架，然后把它架起来撑着，结果发现说我没有地方可以充电，就是我没有架得很高，啊，于是我就去跟我爸拿他的那个。他的手机支架，现在是用我爸的手机支架在开台。感谢欧弟的19个月，感谢感谢。哎，其实这个粉很好看呢，哎呦。感谢幽离的9个月，哎，幽离，这次没有把你丢在海边了。早安啊，搞炸搞炸！昨天看你打咯，打得蛮晚的你。昨天最后一场看你是玩那个凯特琳，哎，人就去睡了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也开到很晚啊，开到很晚，然后我在东东看看西看看就关掉了。好了啦，你该画迷你 Q 了吧？下一张好不好？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那你今天没有上班吗？哦，感谢利恩的33个月，感谢羊的订阅。起来吃春卷，所以等一下躺回去咯。好，好好吃哈，好好吃哈。早上三点开到早上三点哦、喔，可以看幽离皮的迷你 Q 吗？幽离皮？哦，我等一下弄哦、喔，破音不行哎、欸，他这个阴影加上去好奇怪哦、喔，没有标题，可以改吗？嗯，哈哈。好企鹅哦，我好喜欢哦。欸，虽然这是从垃圾堆里面捡出来的纸啊，啊，哦。你早上三点起来看它快结束了，哇，我昨天，哎，我昨天就是怎样去了啊。因为弄了这个皮嘛，
那个皮就是钱花下去去用那个手机的，让脸颊也可以鼓起来。哎，次次有看过了吗？金针的这个皮，次次这个。所以昨天就是在测试，然后在吃宵夜。你那天公开？不是什么公开？这个嘴巴的东西是，这个嘴巴的东西是昨天才弄的啦。哦，没看，抓到，你这个也没看过啊，这是昨天才有的，这个我锁定。俩丢，你不在，吐舌头，你说吐就吐啊，我还是觉得很纳闷一件事，斗阵特工 PVE 模式到底去哪里了？说好的 PVE 为主的游戏，结果搞到底已经第四赛季了啊， PVE 呢？我心心念念的 PVE 呢？我是怕说，就是怕他的 PVE 啊，会跟以往的那些新。因为那个模式一样，玩不到两三天，就大家都觉得就还好了，不玩了。功能安安，怎么变成333？
OK， 为什么不能命名？没有标题，还是直接打？哦，樱花宵。哎，不行，这些要卖掉，我真的好舍不得哦。眼镜先关掉。啊，卖掉吗？放置画作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舍不得。完蛋了。我还想要，哎，我刚没有拍到照，哎呦喂啊！你要买是不是？干嘛？哎、欸，这边好安静，我还走。我们去翻垃圾桶，饿定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如果他真的这样子的话，应该饿死了呢。为什么会没有？这个世界的人都不丢垃圾的吗？我需要更多的垃圾。哎、欸，这边没来过。不辞劳累的戴凤凰正只为了见证他的美。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啊，真是遗憾了。希望有一天我的子孙有看到他重生的一天。这不就来了吗？美术馆标志，没错，美术馆大家都最喜欢的画作。哎，点过了。传奇，房客很酷，涂鸦，涂鸦，喷漆。哦，他有讲关键字了。商店有卖喷漆罐子，其他东西。你是警察，乌合奉告。垃圾桶。找到一个素描。没了。揭发我搬垃圾桶。罗心露骨吗？啊，那个，切，16块，切，我应该可以买吃的啊，这没有吃的可以买吗？垃圾桶没有用，我记得好像一代的不测试版的时候可以买明信片嘛。不行哎、欸，可以啊。地图被自豪的展示出来，拿走吗？好，还有吗？还有东西可以捡吗？坦克坑洞，你干嘛跟我提那些坑洞？乔治才是真正的坏人，忙到没有办法填补整个洞。乔治哦。乔治，动！竟然还有任务，笑死！但那群混蛋一直破坏我的码头产地，我的钱都花在涂鸦。但是有计划有哥他们，是刚好我也快完成我的阴谋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我需要你让他们分心。这样子我就把钱花在坑中，而不是清理上面了。你的任务是带上这些特殊贴纸，然后你说服你说服那些混混用贴纸来推广他们的理念。你说这上什么诡计？贴纸可是可分解的，只要一举冲就是。要我说的话，这是完美的计划。这样子，哇，这贴纸很贵哎。所以呢，你愿意？当我的特工吗？另外的方法，
所以呢，你愿意当我的特工吗？另一个方法哦，好来，可分解贴纸给你了，在贴纸上画一些混混会说的东西，然后拿去给他们看。心需要点灵感。我卖掉了，木木消100块，哇！我的孩子就这样卖出去了，好难过哦。不行哎，我这个人。像如果是从事那种养殖业的话，我一定会跟那些小鸡小鸭产生感情，舍不得，哎，所以我才不喜欢去一些养殖业的地方，哎，难过、哦。画画，画画，贴纸哦，啊，这个加星号是什么意思？贴纸。等一下哦，我们面向这边开始画。太小张了吧！我要瞎了哦。要画什么标志性贴纸？有什么东西可以画？我看看，水一冲就散，那不就画个内衣就好了。有什么怕水淋的啊？繁星，繁星最怕雨了，那就画它了。哎、欸，雨哦，怎么跟雨有关？全亮，新获得的图纸吗？不是欸。喂，你回来了、喔。等一下，他这个贴纸如果……哦，哭啊！我不能画错欸，因为这个他没有这个颜色。哎、欸，白区，白区，白区。我还一直涂抹哎、欸，刚好要看到瓜牛了哎。另外上一层底色，对啊，就只能这样子啊。啊，每次都白色，我觉得就算了。
哎，不要画太用力啊，繁星，肩膀会痛啊。然后为什么要画蜗牛吗？我都说因为下雨天蜗牛跑走了。对，跟他解释说因为下雨天蜗牛跑掉了。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，为何挽回要赶在冬天来之前？等一下，我宝宝要唱这首。欸，高追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哦，好酸哦。
会睡着哎、欸，你说你们吗？睡啊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开这个吗？我想让安妮听到睡着。还是你说我画画太无聊，太过分了吧？你的人物睡着哦，没知道哦，是我，没有，因为这图太小了，我太贴近荧幕了。我刚刚这图太小了，我直接贴着荧幕，然后它侦测不到，我就睡着了。然后睡觉还会画画，厉害吧？我想说，怎么会突然开这一款？这款其实半夜开比较有效，就叫你们去睡觉，哈哈哈哈。好了，椰子，好喂。欸、如果我们付300块的话，给他该不会有成就吧？这次我就大，所以你画得好。蜗牛贴纸。你要更多的贴纸吗？就代表就是那里面上工吧。喂。走走，梦游西花家，哎、欸，我还在做梦呢。你成功了吗？这是令人惊讶、啊，可惜我们的计划出了一点错误。我好像做了小孩子会说惨了的事情。可分解贴纸贵的离谱，我也知道啊，我负担不起全部的坑洞，是不是？你能不帮我付一下剩下100块的？啊，北七耶，哎，就觉得那个很贵，哎、欸，这边有垃圾桶，没有，需要更多的垃圾桶，我们去看一下，那边填满了，哎、欸，填平了，这边卖什么？小镇的人们叫我调停。调停人，你要寄东西吗？和某人联络没有了，那太好了，因为我现在很忙其他的事情，但是想问别人别说吧，不用麻烦邮差了，有时候他们也要帮助，如果你信的话，把我寄去伦敦的一封信。斯迈尔，我叫斯迈尔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样会很乖，等等，不会吧？怎么没人跟我说过？别啦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伙伴。至少现在我能改正怪名。没有了。怪名。一点点。见。这边这么多垃圾桶，哎、欸，这边该不会是那个吧？那个什么加油帮，那个剑盾的。啊！如果能让动力反转，我就能得到回馈了，回路了，得到回馈回路。继续构思我的发明。哦，这边喜欢呢、欸。哦。
这边怎么可能没有东西可以拿？我花了100块过来，有了啊，没垃圾桶。博莱士，谁杀了牛奶？绿豆，无聊。谁系？哎，这个我没听过哎。我替西瓜难过，阿纪现在在睡觉哎，因为他们驾鹤归西。还有什么？男生和女生有什么共通点？都是人。哪幅画会学牛叫？蒙娜丽莎，太牵强了啦。为什么艺术家都很穷？因为他们没前途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讲过哎、欸。北区还有什么？谁没了？没了。好。哦，来这边要干嘛？没有东西拿，解锁新的 NPC 没了，因为舍不得卖掉画作，舍不得，真的舍不得，花100块听笑话，哎、欸、干，真的哎、欸，白痴，白痴，只为了听笑话。商店，哎、欸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我要赚更多的钱。画布，看到了没有？这是什么形状？分期。他跟我说什么？买不起。哎，可是这叫饥饿派画家，他怎么会没有卖吃的？我不用吃东西哦，海绵。我以为这是派、欸。我这是饼干呢，蜡笔，我要睡着了。蜡笔，啊，我是要先买桌子吗？哎，干，我们来这边卖画吧。哎，我今天脏话怎么那么多？可恶！啊，你会不喜欢？太少了。哎，我们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得到了一些完全合法的东西，加入海，东西画一张海报，你要加入吗？来来来，奶奶奶，让他呐喊出版你。要不要随便我？好诶。保罗，保罗是谁？怎么了？我搞丢了一个画作包裹，我会被开除。我一整晚都在试着用这样，但是我的技术没有。街上人都说你很有才华，能帮我提回吧？但是真正的画，哎、欸，然后是画出类似的东西，但得是真正的好画。哇，保罗的素描，哎、欸，好像真的、欸，星星好像都是新拿的。保罗的素描，你拉个屎上面就好了，你要我画？天哪，我去找张雅哈哈好了。保罗的大便，哎嗨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画迷你 Q 呢？哎，不能说是完全啊，不能说是一样啊，完全一模一样啊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来修复我们的美术艺术作品。这一张画吧，大便迷你 Q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还会回去睡吗？
这是啥？他叫我修复画作，不能说是一样啊，完全是一模一样，不能说是很像，他根本一模一样啊！想起这句话了。你在吃面，你当然工作了哇，上班加油啊！那你可以来听听我的台。嗯，我先把眼睛关掉好了，等一下哦。眼睛关掉，就看一下这个表情，这个表情。卷卷耳出来，看不见的卷卷耳会睡着。我的声音还会让你睡着、哦？不可能啊！都多久了？哎、欸，画不一样会怎样吗？还是我们画一张迷你 Q 啊？就迷你 Q 了，来吧，迷你 Q。抱歉了，大便保罗。哎、欸，也变好气哦。说不定保罗只是在画甜筒上面的巧克力而已。你怎么知道那是巧克力？哎、欸，我好久没画了，嘴巴是这样子吗？教主可以说一声生日快乐吗？你明天是？那你明天来好不好？还是你明天没空？生日快乐！午安啊，我也在看这款欸，可以买，无界可以买，不用看了，直接买下去了。这款比一代自由多了，他没有说你时间到会自己扣钱。二代的画家不会肚子饿。无界买了，无界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上色吧。享受没有橡皮擦的时代，对，无界跟你说一下、喔，这游戏没有 Ctrl Z 哦、喔。你没有，这就是在画布上画画，他是真的在画布上画画啦，所以你如果要橡皮擦，你就是只能用白色颜料，然后这样涂掉，或是看你背景是什么颜色，你就是要用那个颜色来涂掉。这样没有扛错力，没错啊。
这款从去年就等到现在啦，这款当时有试出那个测试版，试玩版可以玩。然后那时候只有到前面只赚到100块就没有了。我等一下去买那个蜡笔，可恶，我好喜欢蜡笔的感觉。你知道那时候尤里不是有那个吗？道馆赛的吗？就是西罗亚那个举办的那个道馆，就那时候是刚好碰到电器那个电器规则要带电系的嘛。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完全忘记尤里讨厌皮卡丘，我想说，我好像没什么电系的宝可梦哎、欸，看着看着。哎，这个是太晶洞抓到的皮卡丘，拿来用一下好了。真的忘记了啦。然后，既然你的聊天室还有问说，为什么繁星没参加到那个？当馆主，我说女子道馆挑战赛、欸、哥，女子道馆挑战赛是什么意思？那是女子哎、欸，就那时候也幸亏安妮没有去参加，不然时长太久了，而且会被欺负，他们都是坏人，观众都是坏人。你可以夹起来，夹不起来。我讲过多少次了，太大了。你有看到翘二郎腿是翘两条腿的人的吗？你在说什么，繁星？那建议啊，你玩这款游戏，你先把底色打好之后，底色阴影弄好之后，你再来画那个线条，像这样子，先把阴影啊底色打好。
哦，原因是因为你看好，如果我先画好像比如这个嘛，这个眼睛，然后但是你要画阴影的话，对不起，错误示范。又比如说这边可能画个星星，可是你要加阴影的话，你要加阴影的话嘛，不是就这样子画吗？可是你会碰到星星啊，那干脆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弄好。你看，你星星这样子要重新再画一次，这个意思啦。但是没事啊，游戏自由，自由玩，开心玩就好。只是小小建议而已。练厚涂的，对，其实当时我讲这款游戏，如果本身会厚涂的人，一定没有这困扰。我看一下迷你 Q 怎么画，等我一下，画到现在才去查，太不专业了吧？啊，完全是在乱画我的尾巴。哇，它的颜色这么淡的哦，没办法，颜色调不出来。哎呀喂呀，这个也不对啊。对，其实不是黄色啦，哈哈，要再灰一点点啦，哈哈哈。没办法，它颜色能调的太少了。我们就是要以左下这边啊调色盘现有的颜色去画一张图。所以啊，边画边抱怨是正常的情况。这游戏没有其他颜色吗？不行，除非你很厉害啦。有些人我看到有些人作品是比如说这样子嘛，橘黄色跟橘色，然后它是这样子。就是用那个漫画的那种样子，一点一点点出那个渐层。有没有？其实远远看的话，就会开始有那种渐层的感觉，或是调再深一点点这个颜色，这样子。虽然它有卖喷漆啦，想说下面那些基础。因为有道理耶。他等一下我去啊，等一下那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吧。对耶，我刚刚只看到笔刷耶，没看颜料耶，来看一下。因为有这个商店，这个是商店，我看一下，我只看到笔刷啦。笔刷、画布，对，没有颜料。哦，对，我想要手动混色。雷雷不压，再继续画。啊，这跟一代差别就是。你可以画到休息，然后换个地方画。一代不一样啊。要讲什么？二代可以，你先说好，我画好了，但是不是马上卖出？你可以换个地方，换个 BGM 听。只有个商店，对，我目前只有个商店。那时候测试版商店还没开，试玩版啊，商店还没开。想你是不是想玩了？想玩了吗？刚刚的眼睛就画得很好，天哪！迷你 Q 我觉得最难画的就是他的眼睛。
我那时候周边画那个迷你 Q 的眼睛，我这个圈圈不知道失败了几次。哎，迷你 Q 的眼睛好难画哦。都是绘图版哦，对啊，我现在是用绘图版。没错，没错。这代的人暂时还没有很恶毒，可能哦也是啦，他们肯定还不知道粉红色的那个世界有多险恶。底刷用粗点看看，粗点不是太粗的话，眼睛会。太粗眼睛不好啊，会变。嗯，我相信你应该懂我的意思。哎，又在乱画。是谁当时发明了迷你 Q 的眼睛？可恶，怎么能画？保罗的素描，哼，迷你 Q 的素描，好了，哎，保罗，我修复好了，来，你的素描。哎，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喂，你不可以直接把素描还给我，我要真正的画。你看过我的素描了吗？我没有改，什么意思？这怎么看都，嗯，哦。保罗的素描这样吗？我是怎么跑过来改？白痴哦，不能让他看到。哈，怎么办？你不要我就卖掉了哦。啊，这个吗？嗯，不是啊。
再多一些棕色，我确定其他人不会察觉。啊，真的啦，白痴哦，他会判定颜色哎，这游戏。什么白痴游戏啊？他说多一些棕色，天哪，完蛋了！哎、欸，还在那边画迷你 Q， 我的天，太有创意也是不行的呢。多一些棕色，我记得以前玩鲨鱼警告的时候，他说不够红。啊、哦！把迷你 Q 变棕色，不可能。还是他有？那我试试看哦。不可能啊！这。能加什么咖啡色啊？加速！我们加那种在背景的树啊，在森林的感觉。晚安，下午好。加一杯咖啡。你爱咖啡，低调的感觉。刚刚不是提到翘二郎腿吗？我现在脚好麻哦。我们看看这样，保罗的素描 O 不 OK？、啊、为什么要走过来画、啊？白痴！保罗，啊，还是他是要画在真的要画在这上面啊？完蛋了，那，哎。怎么办？从上往下看的便便，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。白痴！哦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原本的那幅画，我要描一个新的给他吧。不行，刚刚那幅画毁了我，不行，还我！
你眼睛有问题啊，白痴哦！那我把迷你 Q 完成一下好了。我白痴游戏，新的笔刷用用看。哎、欸，对，杂乱笔刷哦，完蛋了，不行，等一下哦，这就是很杂乱的喷漆。你现在可以卖了，迷你 Q， 去拔迷你 Q。有礼484哎，484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感谢干爹，哇哇哇！我这枪被钱砸了，再来再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走班杰明的话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改一下名字，改一下名字哦。不要啊，不要就算了啊。全新拍卖行，把安妮卖掉，不可能哦。呵呵呵，某柯宁，咻咻咻咻咻咻咻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肩膀真的好酸哦，画了两个半小时了，哎，天哪、啊，画了两个半小时哎，老铁们。哎、欸，好像有点料哎、欸，啊，不是，不是哎、欸，是，哦，是，没事没事。敲敲肩膀，好，换个位置。安妮，敲肩膀。虽然是右边肩膀啦，但是你帮我敲一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两点了哎、欸！啊，起来动动十分钟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我去玩一下健腹轮啊！等我一下，你们等我，我去拉个二十下就好。安心睡觉。主播去拉个健腹轮啊！等我一下。
来了。啊！哦，肩膀拉完之后好像更痛了。啊！需要两只安妮一起敲，没关系，一只就好了。还是安妮，你要在我的胸，我要在我前面。安妮，你过来。好像抱着安妮的感觉哦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以为他是不能用同一张交回去，对他我刚刚以为是要同一张上面仿画，结果他是要边看边画。哎，大家画什么？哎，动森那只薄荷绿兔子叫什么？忘记名字了，昨天还记得，今天就忘了，好扯哦。那就没画它。蜜雪儿，哦好，蜜雪儿。啊，怎么是找到明星？啊，蜜雪儿怎么那么好看？该出岛找他了吗？可恶！妹妹头，我刚就是在找动身妹妹头，就找不到啊！应该加个兔子，可恶！动身妹妹头兔子。他就只是把香蕉放在头上，就这么可爱了吗？就知道兔子是一个多过分的生物，这么可爱。哎呀，可爱的兔兔，可爱的兔兔。最新是谁？看一下哦。彗星哦，太星空了吧！兔子舌头超可爱，对，兔子舌头很舒服，被舔到很舒服。你在画什么迷你 Q 吗？羊勺。不对哦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我画错了，我画错了。嗯，我想画这个感觉，哎，这样就好了啊。哎，这边没音乐，我播个歌，我自己播音乐。打喷嚏，
刚卖出画了，去商店买新的笔刷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用蜡笔，我要用蜡笔，我要用蜡笔。等一下可能还有一次哦，等一下可能还有一次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感觉不见了。我们先把，我们先把草稿打好。哦，这样像多了啦，可恶！我想说，我刚刚在画什么东西？哦，好想用，哎，选取工具哦，可恶，给画错位置了，哎，这什么？问这脸是怎么回事？哈，噔噔噔，好，在我觉得奇怪的地方要开始了，就是脸太长了，然后这边脸太大了。我觉得哪里怪怪的欸，我还是觉得就很奇怪欸，可恶。哎，蜜雪儿。哎，先看看。哎，白兔兔。这是小裙子吗？对。因为很久没上动身了，我不知道衣服是什么。这看起来还卡在新手阶段，不要买啊！还我！哇，这个画家哭了！哇，这个画家经不起责骂哭了。等一下啦，没空了，看笔刷。你们是串通好的吗？
子，哎，红裤子。哎，姐姐的声音还是好听。大比，水彩啊，水彩可以耶。毛刷，哎，它多好多哦。哇，买了就没办法买了。铅笔的感觉，我这个还好。银刷，啊，怎么突然有音乐了？可恶！哎，你什么事？你可以帮我画一方充满自然氛围的画吗？我觉得水已经很够了，所以要来点风就搞定了，客人会源源不绝。风。反正花谢了又开，疯哦！受损的海报地图，哎，它最好是涂上去，折痕那些都消失了、啊，这是熨斗吧？必须熨斗吧，风哦，有什么风的元素？你看我的左右边那个画，看得到吗？上面是折痕呢，试试看哦。哎，我喜欢。什么东西跟风有关啊？风精灵的考验，这个嘞，风哦。哎、欸，其实隐隐约约有折痕呢，会不会发现说你怎么拿海报送给我？好了，我有灵感了。我们开始吧，今天画这样子啊，
好了。哎，没有啊，风就想到热气球嘛。啊，热气球就想到了喵喵啊。这个颜色会更像吗？不会。下绿色，昨天我外甥女啊在我们家，然后因为她起床气很严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啊。不是外甥女，就是他不敢一个人尿尿，然后就是叫我在外面等他，然后等他又不关门，我说你把门关起来，他说他不要，我说你是女生，给我把门关起来啊，今天是男生我就算了啦，有没有男生我就说我要进去了，今天他就是上厕所不关门啊，我就说你赶快把门关起来。他说他不要啦，然后尿完之后他就洗手嘛，他手只是去沾一下水就说他洗好了，我说不行，你要挤那个泡泡出来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没有那个擦手的毛巾，啊，我要进去拿，因为毛巾掉在那个他拿不到的地方，我拿给他，他就很凶的说你不要进来啦，哇，哎，早知道我就直接不理他，直接走掉了。因为我家人跟我讲说，他不敢一个人尿尿，叫我陪他一下。我说陪可以啊，啊，他也把门关给我关起来吧。然后结果他就叫我不要进去嘛，啊，他又是手湿湿的，他又说很烦，然后就说坏啦，他找你啦，他不要我啦。哎，讨厌死小孩。臭小孩，哎，火箭队真的是可爱迷人的反派角色，哎，这句台词二十几年前就用到现在，真的是最棒的反派，不是，我觉得最棒的应该还是板木老大了吧？你看抓25年抓不到皮卡丘，还都一直派物资给他们，然后又没有把他们裁员掉。你觉得板木老大才是真爱吗？哥哥陪比较安全感，我是他舅舅，哥哥陪，因为他也很现实啊。因为有一次他爸跟他妈因为要那个上班没办法接他下课，然后就请我去接，他说他不要我接，然后说真的不要哦，明天接你下课的话会买养乐多，然后他就犹豫了。我那天有讲啊，就他隔天就跟他爸，那就来我们家的时候，因为要准备上班嘛，然后就说，所以舅舅明天所以舅舅今天真的会来载我吗？不是真的、啊，所以舅舅今天会来载我吗？哎，现实的小鬼，臭小鬼。
小智去接比雕，不是，你注意一下哦，是比雕自己跑来找小智的。有没有发现是小智在那个去找那个嘛？找的过程中是被那个皮卡丘啊被抓走什么的，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比雕才冲过来的。不是小智去找比雕，是比雕自己跑来找小智的。有吧？有注意到吗？有注意到这一点吗？不是小智找比雕，是比雕自己跑来找人家。而且小智比雕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中文版的那个翻译有问题。他好像那时候看，我那时候去看啊，他是说其实没有说什么结束后就来接你，而是他们就是结束了，就是他就真的是直接把比雕放生，是真的放生啦。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翻译是说，翻译是直接放生，就是直接把它丢在长盘森林照顾，然后而不是说什么事情结束后就回来接你，这句话没有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。哦，好累哦，不能倒油漆桶，真的是好痛苦哦。结果他等一下跟我讲说蓝，我就已经说水元素够多了，我要的是风元素。我说哇靠腰，风是什么意思？风是白色的意思吗？我丢一个白色画布丢给他就好了。害我感动那么久，怎么了？我还没去看，不想面对哦。他还是去救比雕，难怪日文社群其实没有很在意比雕事件。对啊，就是翻译问题啊。所以当时日文那边就是不懂为什么，一直说靠，一直说什么比雕放生事情啊，啊什么时候回去接他，所以才会说。啊，人家不是说是已经把他丢在长盘森林了，啊，为什么还要硬要坚持说要来回去接他？对，全都是翻译的问题。啊！但砍树仔就真的被丢着不回去找了，只有八大师短短露个。砍树仔是谁？砍树仔是哪一个？哎呦，其实旅途只看最后一话了，中间好多话都没看。我旅途那时候好像只看到。前三话吧，然后跟最后一话。哦，人蛙，呵呵，靠腰，矮子找出来吧。人蛙跑去教路卡利哦，不是吗？没有标题。喵喵热气球，你要在干嘛？好喂，我现在去雇火炉了，
炉上那加了浓汤的酱子洋葱先去买了，拜拜。小光回归你有看？哎，阿里欧，这边没歌了。蜜雪儿，怎么还是觉得怪怪的啊？哎呀，你画完这个，你赶快去睡觉了。我画完这个就关台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休息。我在头上加香蕉粉，有没有这样像了吧？不要这样对我们的蜜雪儿。好，我也不要，我也蛮喜欢蜜雪儿的啦，其实。这边好安静哦，我们去下面画好了，不然我等一下要开音乐，切换来切换去的。哦，这边就有了、哦。小智退休看不到火箭队了，他就是整个是大砍啊，就是整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，不是另外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因为我其实有感受到他从阿罗拉的时候，我那时候阿罗拉其实有撑蛮久，但后面其实看又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我有感受到他其实想要做一个新的宝可梦出来，没上色啊，怎么没歌了，哭啊。哎，有歌了，好烦哦！我需要音乐。哎，蜜雪儿的颜色是……哇，没有这个绿耶。它是夹在这两个颜色中间呢，就是木木消的啦，完蛋了！我觉得制作组完全没有搞清楚收视变差，才不是看腻小智，而是他们乱改画风变小智障。哦。你是说阿罗拉的时候还是新的？那时候社群都有猜到重新会看到羁绊模式，结果没有露面好像。啊，他就是不想要让冷蛙，不想让冷蛙去屌虐人啊。他们就是想要捧好那个路卡利欧。完蛋了，没有那个颜色哎，下次画要考虑一下。哎，谁叫狗狗比较多人爱？收视急剧下降。哎，我觉得我还是看不惯，看不习惯火箭队那个双眼皮，五脏的双眼皮，那个很像是眼睛突出。哎，我其实很努力在说服自己，要习惯。那阿罗拉那时候五脏的眼皮让我觉得，五脏跟小脏的眼皮让我觉得，看也老太多岁了吧，不要啊，不要啊。他是戴白手套吗？他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！应该叫番茄来玩这一款对。他之前想练习画图，这款应该还不错。虽然他现在好像放弃了。
有人家说有什么可以快速练习画图的方法啊？我差点讲宝可梦珠子，来，饥饿派画家。对，我说里面有一个叫保罗的，他会教你怎么画画。番茄有在练习画画吗？他之前一直有问我，但是后面就是比较没有了，想说应该是放弃了，或是没时间画了，时间又都用在我身上了。哎，我是说去赚钱养我的身上啊，不是在我身上出力啊。我到底听了什么？没有啦，我怕你们乱想。欸，如果我的人物睡着，表示我又坏习惯了，我又对着荧幕，这好像嘴巴哦，一个小嘴巴。不行欸，我画这个会抖欸，手会抖。该休息了，这最后一张了。哎，我手会抖了。哦，想说会抖啊，还是有办法治疗的。哎，这样就好了。是说教主开 Google 解出来聊天啊？有要开没有吧？我觉得有时候蛮吵的，我不像哈基他们有办法这样子开着聊啊，我没办法。我其实很，我有讲过，我其实很重视那个观看的感觉，因为 Google 解那个虽然方便啊，可是我觉得。我比较不喜欢那种。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啊， Google 姐一直跑出来讲话打断我。我觉得会本末倒置啊。好吗？而且那些啥。而且有时候在玩剧情游戏还是什么时候，突然跟你讲说隔壁那个洞里面，懂吗？或是在解谜，就明明已经没有在看聊天室了，突然一个聊天室的人打了一个剧透的字出来，整个被剧透掉。哎，这一张我不舍得卖掉了啦！我舍不得，画得太好了。
还是我后面都开始画大便啊？哎，我翘一下脚啊，等一下，把脚翘起来，开始比较会画画咯。因为大便比较贵，哎，天哪，那我就会推这款游戏了。给想画画的人，你画大便都能生存，这就是早期社会有没有？越会画画的人越穷，结果都死掉之后，作品才开始变贵。欸，他真的没有饥饿度之后比较能享受在画画上，欸，因为之前前期一开始考虑到会饿死情况，那时候很不敢画，欸，看一下喔，这边可能要再胖一点。哎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哎，好棒好棒。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转圈圈了，是不是？我刚讲的东西，你们在打问号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刚提到什么话题？大便还是什么？我刚断线。有感觉就断线了。
白痴哦、喔。那你们 YT 你们退去也贴那个抓头的图吧，让我知道是断线还是什么的啊。啊打个问号，我吓死，我想怎么了，我讲到什么话。都是可以贴安妮头上转圈圈的那个图。真的是最后一张就要画，对，刚刚想说画完安妮就关掉了，结果又好了。就被吓到了，没事没事。你看玩这款游戏就不有键盘教练，因为键盘教练根本不会画画。只会哎也会啦，他说嗯你的图看起来怪怪的哎，说不出哪里怪。虽然我懂啦，就是有些人不是说啊你厉害你来之类的，好吗？像有些人像我们嘛，也是吃得出，就像吃东西吃得出味道怪怪的，但是就是不会做菜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会吃东西不一定会画图。我说啊，会吃东西不是一定会做饭。啊，会看图片的不一定会画画，那种感觉其实都懂啦，但是就是碍于很多情况嘛，就说啊你厉害你来啊这样子。哎、欸、好可爱，爱番茄。欸、番茄，你如果还想画画的话，可以玩这一款欸。这款其实你画大便都可以欸，你画一个不像大便的大便也可以欸。没有，如果还想画画的话，可以玩这一款。这款我刚刚画了一个不是大便的就。什么危险的鱼？好奇怪哦！丽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在画兔子哎。你知道，其实番茄他说他一直都在哦。自己讲话小心一点，注意一点哦。你知道我原本想是画姐姐的衣服吗？但是姐姐的衣服画成 Q 版有点太色情了。啊、哦，还有什么可以点缀她的衣服呢？红配绿，狗臭屁。
姐姐衣服下播后再画，我就把她衣服撕掉。用那个下雨会消失的贴纸。我姐姐睡着了没？希望她赶快休息。希望她好好休息。画好了，但我不卖，但我不卖啊！不行啦，不想再画那么好的拿去卖了，可恶，好心痛哦！他就不要说最后会有个作品回顾，看那个大便的我会是我这一个那个污点呢、欸？这将会是我的污点呢、欸？对，我将会是我生命之中不好的回忆，就这样被留了下来。来来来，我们卖完这桌，我们先看看这幅画能卖多少啊？蜜雪儿，来，刚刚谁跟我讲说新手的？输就你。哎。谁刚刚说新手的？我不要，不卖，非卖品，非卖品。那难怪你会穷死，哎。我们来看一下姐姐多少钱。啊，姐姐你涨价了哇！又酷又时髦，看来这个国度喜欢粉红色。我不卖，我不卖，我来炫耀的而已，我来炫耀的。我是来炫耀的啦，哈哈 哈！受损的海报，既然是海报，我们就来画一张海报，看看能多少钱。啊，如果说我是新手的，哇哦，还有8块钱呢，没被骂，没被嘴耶。那我们看看加点颜料后，哎，他应该颜料也要用花钱买才好吧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加点阴影上去，让它变立体的。我让它看起来更像海报啊，然后嘞，海报海报，小孩子嘛，来，海报喜欢吃什么？吃鱼。
保守剪辑风，你这头猪！我画的是海豹，不是猪。走开，你不懂艺术就走开。哦，你好像把位成，哎、欸，你怎么？我已经画完了。哎、欸，保罗，给他们知道品味艺术的价值，保罗。对，就是你了，保罗。啊，保罗，还是得你呀、啊。没有啦，保罗，对不起，我先收起来。哎，先休息，先休息。又只有保罗懂好吗？你们这些不懂的货色。保罗还是得你耶，保罗。换哪个？第二那个吗？我想画哦。谁啦？哈哈，蛮其实蛮像的啦，靠腰。不画混沌一点的话，什么意思？啊，等一下顺便去吃饭了，而且三点了，跑个光遇吧。最近玩塞尔达后，光遇又回到当时玩珠子一样。任务都只跑任务而已了。保罗，给他们看，保罗，过来。保罗，让他们知道。哎，不懂，走开好不好？坏话。那继续来画安妮。哎，不懂就走开，不懂就走开。如果不喜欢，点右上叉叉离开啊。你看吧，这样250块，来。太好了，只用黑色的素，只用黑色的调料。你会啊，我们代替那个谁，秋猫，感谢你，要记得支持秋猫的贴图哦。啊，怎么又开始画了？繁星，繁星的手停下来，繁星啊，你在打你的手了，停下来，你停下来，你停下来，你停下来哦，打烂你的手了哦。下让我完成一下这个啦，不然想要把它阴影加完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一块是他的肚子啦，你们看得出来吧？那是姐姐的肚子。我们安妮的肚肚，
哎，真不愧是非卖品，天啊！非卖品有非卖品的原因啊啊！来，我们看看非卖品现在有多少价格。屁啦！你走开！就只有你最不懂，保罗，让他们知道。哦，廉价了，刚刚917嘞，保罗。哇，涨价了，涨价了！你看吧，这个。你不要再过去了，你只会伤害我。你走开！欸、好恐怖、喔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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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一下点错我就哭了。还我，还我，还我！哎，就只有保罗，还是得保罗哎、欸。嗯，他、啊、怎么开始画？哎、欸，我再随便画一个东西好不好？最后了，真的是最后了，真最后了！哇，再画，再画，我就开台开到八点。我来画大家都爱的东西，安妮。有谁不爱安妮的？跟我说。我现在让你们入教啊！我为什么会叫教主？从几年前开始叫教主，就是为了铺陈于今天。看来今天到八点了，没有啦，我其实也还没吃饭呢。是刚刚刚开台的时候，不是刚刚中途有那个嘛断掉，我想说哦，好吧，那我干脆去先顺便吃饭好了。然后重开，哎、欸、又好，哎、欸、重开还是卡，我想说啊，那去吃饭好了。结果又好了、欸，哎，开台了。来哦，我们繁星货币现在开始。哎，没办法说很像啊，但完全一模一样啊。好了，就这个了，再加上闪亮亮的图。保罗来吧，叫什么？保罗，救你了！这个作品叫《保罗救你了》，保罗来吧！啊，夸张！
走开啦！你一直批评。保罗，快点！现在入股还来得及，保罗。保罗，现在入股。走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靠！啊，如果真的有作品集回顾的话，我的人生污点又会有了、欸。我会有人生一堆污点的，完蛋了！我的回忆开始。不行，这是保罗的，除非保罗不要啊，再把它卖给你。哇，这个价值339哎、欸，赚了！保罗来啦，哎，至少从一文不值变到34块钱了。保罗动了，好啦，保罗。便宜卖你，刚刚有人出到337，来卖给你了，成交。哎、欸，感谢斗内，感谢保罗的斗内。合家观赏，有成就啊！我看一下，向为伯乐家的一员卖出一幅画。哎、欸，哦，不是都卖他画吗？好了，丸子啊，哎、欸，我要关台了，今天就到这边了。如果没有玩那个，没有玩旷野之息，就玩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就这样啦、啊，不然要被当小狗了，汪汪汪！没事啊，去补档，给我去补档啊。可能 YT 会有两个记录档啊，就是分两断掉前跟断掉后。嗯，看一下哦，嗯。猫肉丸子拜拜，雪莉拜拜，花音拜拜，羊拜拜，毛西拜拜，包包拜拜 ，JASPERTAN94 拜拜，练心拜拜，猫哦，孤雨院拜拜，莫寻拜拜，小伟拜拜，新化拜拜，好啦，今天。天带去谁家咧？安妮应该是去睡觉了。对，还在安妮。番茄拜拜，番茄开台，我就过去。现在马上立刻。还是有谁？我看一下、喔。番茄，你今天会开吗？今天什么？会不会开台？会不会开台？啊！不会爆爆爆！我们去一个，我一直觉得这狗叫声是我家的狗叫声呢。
我们带去诺英家的二期生啊，他叫维尼，好不好？他打这个就是塔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玩过塔，所以应该是那个所谓的塔妈塔妈吧。好啦，大家拜拜啦，过去咯，拜拜拜拜。